昊天，我有重要代志要甲你讲。还是有人有淡薄不爽快，我想要继续去体一下。你最近伤过忝啊，你爱适度休息，袂当伤过操劳。啊，若无到时阵要袂甲张宏杰办好倒，你家己就先倒，还是要安怎？我知啦。对啦，看你这样着急，是有啥物要紧的代志要甲我讲呀？我昨昏拄着张宏杰的手下甜甜，我听到因非法买通诊所，摕到催情的药啊，唔知道要创啥。家当的确实是有想要介绍对象给嘉文，敢讲张宏杰因为知影这件代志，伊是要利用药啊来对付嘉文。张宏杰这个人做甚物歹代志，我一点都无意外。是讲，安尼家当都变作是帮凶啊？家当的只是想要伫个心理场巩固伊的势力，所以才希望介绍伊的人给嘉文识识。你一定不知影讲，江宏杰既然家在暗中有一撮，江宏杰一定想要伫个客道面头前表现，所以伊绝对无可能放过一届这么好的机会。那你嘉文就真危险，你赶紧靠嘉文叫伊较注意的。好啦，我知影。你甲什么人讲电话啊？阿明先生歹看。是昊天卡来了，伊提醒我讲，江宏杰甲志明的对决，今麦已经白热化。啊，不过唔知影江宏杰所来，有可能有啥物后波，以后我特别细里，除了人身安全以外，就连家的物件，嘛特别注意。既然昊天安尼讲，一定有伊的理由。你得爱听一遍呢。即摆吼，无论你做任何代志，事事项项哦，拢要特别细致。我知。我感觉吼，我真正足幸福的，有遮尼侪人伫关心我。昊天是安尼，大姐你嘛是安尼。凡事都是因为你这款保持正面的态度，还佫有永远早的一颗温暖的心，还佫有笑着，所以你才会吸引善缘来圆满你佮正好姻缘。大姐，你哪样用提起称号？无啦，啊，我拄只就看到你的面，我感觉你的笑容足甜、足水、足温暖的。我才想到，你自少年的时阵一直到今嘛，一路行来，你永远拢无改变。卖假，哪有可能无改变？你哦，就算要学了我嘛，袂安遮尔啊含着。我最近少行。感觉我家己敢那有变较老啊？那有咯，是成熟。要唔过，你的态度，还佫有观念，甲少年时阵同款。你永远抱着一个乐观的心情来面对一切。无论你拄着甚物失败，还佫有甚物挫折，你永远拢袂怨叹。你拢是用正面思考的态度，还佫有乐观的心情，勇敢去面对一切。你嘛是用这款信念来守护铁哥，铁哥唔那是你的囡仔，伊嘛是正好的骨肉。我相信，就是因为你的坚持，还佮有这款信念，所成就的姻缘一定会圆满。你只学了较少好，我只收。唔是有一句话讲，心中有爱，人甲人的相处自然就没有障碍。好佳哉哦，嘉文已经脱险了。那无，我看你几个人哦，拢袂冷静啊。昊天，你莫袂记你家己啥物身份哦。我知啦。我来跪。
顺明，我来找毛阿天了。请。找我有什么代志？我来想要甲话讲清楚啊，毛阿天，我知你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，我嘛知影你会安尼做，你是为着要对付江宏杰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无希望你为着要达到你的目的来牺牲无辜的。假使讲你也做唔到代志，为着要达成你的目的，不择手段，咱后界台要做朋友，这就真困难。我了解，志明，我知你讲这的话吼，是因为你无想要看到嘉文哦，拄着危险啊。啊，不过你卖误会昊天啊！你想啊，昊天若真正不择手段，要利用嘉文去让江宏杰伊母仔囝现出原形。啊！你为什么爱我甲你通知？这就表示哦，昊天嘛无想要看到嘉文牺牲啦。我知影，我有一个出门进前，你有好心提醒过伊，叫伊出门了后，你外面卖乌白食物件。这代表讲你知影，阮二姐去相亲会拄到危险。那你为啥阮二姐要出门的时阵，你歪阻止，叫伊卖去？这嘛代表讲你咧利用二姐，你要利用伊。来拆破江文杰母阿囝的规矩，我讲无。啊，唔过吼，伊有爱我，甲你通知啊。我时间来去陈玉咧，我若是无法度救了二姐咧，二姐就真正叫我闯走。你是叫我不要面对二姐，我是不要让所有的人要跟我母交代啊。毛天，你敢知影你安尼做，你是用别人的家庭，用别人的性命安全来威胁，你是咧博人知无？志明啊，你要我甲你通知进前，伊拢有过算过啊。以后好啊，从人，志明的想法，我有收到安尼就好。志明，我答应，我以后袂阁去代表你的地主。啊，不过我嘛感觉希望你会当相信我。我想你应该知影，我是来跟你斗相共。我相信你，我嘛愿意交你这個。但我之前跟你讲过啊，君子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我若希望讲咱做代志的想法，也跟咱的观念是会当同款，你敢做得到？处理一挂代志，有的时阵爱用一挂手段，啊，不过迄拢是不得已的，因为只有安尼，才有法度做大代志。志明，我会使带。我以后莫阁去伤害遐无辜的人，啊！不过我嘛同款希望你答应我，我一寡空间去处理我想要处理的代志。真好真好，看起来咱二甲小凤姐放好多，愈来愈近。他期待已久的宝宝，就是因为林诺氏医生的失误，一个孩子就这么没了。我一定要吊销你的医生执照。害死你好心的人，根本不是林诺氏，是李本人。滚！会用法律来加倍奉还。是你杀人我，你利用我的名义去对付林诺氏，你真是血性浪费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泡阿声。整治你的无良医生了！你对我讲的真是孕妇个案，今麦状况安怎？我家护理师出来时阵，我有问过啊，状况真无乐观嘞。这是你的？这是孩子？现在孩子在睡觉。最近我伫咧甲你骂洗脑啦，我知影讲哦，江宏杰是做真侪歹代志笨手啦，一定有甲我的话听入去，所以哦，江宏杰今麦无多个利用伊做歹代志啦。要来算是不是？咱就来看。是相爹敢象征笑的，大家都看到这位母亲的眼泪了吗？就是因为林诺氏医生的失误，一个孩子就这么没了。消息将一定泄露出去，这下不轻松。这里底一定有人在塞人，绝对不应该再继续纵容像林诺氏这样的庸医继续下去，继
去扼杀无辜的生命。张信武所讲的，根本就不是事实。是你家己坚持要自然产，而且你还有签契约书，所以害死你后世的人根本不是林洛斯，是离婚啦。伊只是想要离开你死去的后世，去侮辱林洛斯，还佫去侮辱林洛斯伊所爱每一个人。